娘娘，您可走好呢？小耗子呀！是，娘娘，奴才在。哎呀，怎么我们这个后宫啊，冷冷清清的呀？娘娘，您有所不知啊，因为现在呢，所有的官员们，所有的百姓们，因为农历七月不敢出门，怕遇到鬼。不敢出门？是啊。这一群是啥啥东西啊？啥东西啊？这是我们后花园种的所有的西瓜呢、啊、你看不出来吗？西瓜，我们后花园的西瓜听说也会鼓拍手鼓掌的，对不对？是。怎么没声音没声音没声音啊？娘娘您别生气，那个那还差不多，不枉费本娘那个本娘瓜好像辛苦种你们瓜，好像前面只有的，后面可以再有点热烈的掌声嘛，因为我们家娘娘会生气的呢。娘娘，天气好热呀，这几天。是娘娘，我帮你吹吹风呢。不用吹风，越吹越哇，好臭啊！小耗子多少天没漱口了？啊，娘娘您有所不知，奴才刚刚在御膳房里面才吃了臭豆腐呢。娘娘心情不好，本宫心情不好。怎啊娘娘，您为什么心情不好？快安排点娱乐节目给本宫。娘娘，您知道吗？待会我们的太后啊，要召您去御花园、后花园走走逛逛呢。太后还要召见？是啊，召见我。娘娘，啊，你这一身打扮是什么东西呀、啊？你还看不出我什么东西吗？看不出啊，娘娘，你是大鸭背还是李鸭背啊？不是，娘娘，你看不出我这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了，新衣啊，给您看您就知道了。要死了，娘娘，我七岁的时候就进宫了，把我的小宝贝儿吊在那里了，您还不知道吗？就慢慢的每天都在您身边伺候您。吊在那里？是，看不出吗？哪一颗啊？蓝色的还是红色的呀？旁边那一颗晃啊晃的那一颗。哦，是啊，是啊。哎，不忘本宫哈、啊、哎，让您做我的这个身边伺候我的一个这个奴才。是，但是我今天心情不好。怎么、啊、娘娘？天气很热。那您娘娘您该您想怎样？您说，奴才帮你办到的就是娱乐节目。啥娱乐节目？娘娘您吩咐。跳支舞给本宫看看。跳支舞啊？这些西瓜会很开心的，是不是啊？你看呗。娘娘您要我跳啥舞啊？听说外面有那个恰恰的舞哈。恰恰的舞。对啊，你跳个恰恰的舞给本宫瞧瞧，给本宫瞅瞅的。好，跳得好有打赏。是娘娘，恰恰的恰恰的舞是吧？好的，跳好些哈。真是，屁股再翘一些，这还差不多。这是什么动作？这是刷马桶的动作吗？娘娘，您有所不知，您有所不知，当然要洗刷一下才会干净。哎呀，娘娘，我告诉您，您可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啊？太后啊，她那个肥婆又老又肥，那整天要召见本宫，真是麻烦死了。你可别这么说呢，改天给她吃个老鼠药，让她不会穿裤就知道。千万别这么说太后呢，太后待会马上就来到我们的这边了。德氏来了没？马上要来。你说谁是肥婆啊？太后，太后您万福啊，太后。哎呀，太后娘娘吉祥，太后千岁万岁，今晚回去睡。平身。谢太后娘娘啊，那叫你来请安，等了半个时辰都还没来。哎呀，太后您万福了。太后啊，您这个衣服啊，怎么了？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只有尿尿会憋车啊，你连衣服也会憋车、啊。太后，您衣服怎了？怎么了？哎，小耗子，你是怎么伺候太后的？是，也不知道，我已经有跟裁缝师说了，太后不知道是怎么样，可能最近胸大。啊，我扭不了啦！太后您吸气，一二三吸，吸好可别吐气呢，太后。我已经扭了，扭了，
太后，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太后，刚刚我五岁，是我梦见先帝。你梦见先帝？然后我起床，我的衣服就打开了。是真的。所以您就说您是在梦中跟先帝，就是脱衣服了。是真。你呀、啊、你这怎么飞呀、啊？哎啊，不好意思哦，现在你是我的老母，还是你是我的大哥，还是你是谁哈、啊？我是你的大哥。哦，大哥哈、啊哦，就是家婆家婆。真乱了，啊、对，就请你一件代志。对呀、啊。我是什么飞呀、啊？你是什么飞呀、啊？哎呀，我是三合一白咖啡啦。白咖啡是我娘娘，你怎么把我忘记了？娘娘，你的凤体可安好？啊，哀家，确实是有一点不好。我听你讲话的上气不接下气啊，真的有一点串，有一点串啊。对呀、啊，我看一下，哎呀，因为那个衣服很紧。太后，你哪儿不舒服了？你跟小耗子吩咐呢，是否我赶快请传太医帮您瞧瞧？跟我把把脉是吗？是。有太医吗？有。太医在哪里？我马上传他。在哪里？好，老师给我哎，别给掉。传。太医觐见，让我们以热烈掌声的欢迎我们今晚的太医吕达。他准备好了没有？这些太医爱公公护的。太医来了，太医来了，太后。哇，太医自己就破病了，你还叫他做太医啊？可以吗？去给他看一下。看一下，奇怪了，我是太后了，我去看太医。谢谢。头一摆看到太医过来。好了，可以放了。哎、欸，可以放了。哎、欸，乖不乖？不乖。啊，你是太医还是你是皇上？我啊。你安啦，做你安甘啦。他这个做王上、啊。我跟你们打一声招呼先。哦，好啊。啊，在座的每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等这个机会，我等了好久好久了。谢谢志伟，今晚给我这个机会。很感谢他，谢谢。好了。啊，莫讲了哇。嗯。讲啲广东话。啊。大家好。好。祝大家睇得开心，身体就会健康。我就系唔开心。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系啦。哎呀哈、啊、大哥哥、啊欸、你的这个肝哈有没有好一点啊？啊，我前天我刚刚回去国大医院那边看报告。啊，医生说我的肝虽然全部硬化了、啊、不过他现在还可以继续的操作。哦，这么神奇啊。虽然是硬化了，但是还可以操作了。哇，这样很乱呢！啊，这样你是好还是不好？我根本就不知道。您放心，您放心。我希望奇迹会出现。有的奇迹现在就出现了，太后要捐肝给您了。哎，谁呀、啊？太后，我们的肝不可以不符合啊啊，因为太后的肝少油啊。烧油啊！不要一般已经大颗吗？因为我已经在排队，我排了两年了，我等换肝。哦，你等换肝啊？排两年了、啊、你叫前面的 excuse me 给你先、啊。没有，医生说我你现在还可以走动，还可以唱歌啊，才厉害。没有什么啊大问题，要换哦、啊，就要换给那些比较严重的。哦，原来是这样哦。啊，我现在也是会啊，我站得太久也是会脚软啊，脚没力。我还以为你看到我才会脚软呢，原来是站太久就会脚软。那我们可别站太久了了，就对对，直接就下歌、哎、给你唱歌的。好啊，哎，带来咩歌啊？带来一首啊，我首先带来一首啊，应该系好经典嘅，几十年前香港嘅一套电视剧，叶丽儿主唱嘅呢首广东歌。做人是要忍啊，送给大家。做人要忍耐。对。做人要有忍啊。掌声欢迎吕达大哥。谢谢。小耗子。谢谢三位主持，谢谢。啦啦啦，太后的三千个里里啦啦。
过马路要小心，咪头望快一阵，老母红常会出意外，做人系要忍，咪盼望快一阵，会延你一生。行人难同汽车斗撞，急躁扣资金，定会到你，你不必争。如未到你，你不必问。缘定人车不再相争路，祸灾能自禁。要快乐过一生，咪求望快一阵。人人能够相礼让，自然除闷困。过马路要小心，咪求望快一阵，老望常会出意外，做人系要忍，咪盼望快一阵，会延你一生。行人难同汽车斗撞，急躁扣资金，定会到你，你不必争。如未到你，你不必问。缘见人车不再相争路，祸灾能自禁。要快乐过一生，咪求望快一阵。人人能够相礼让，自然除闷困。要快乐过一生，咪求望快一阵。人人能够相礼让，自然除闷困。要快乐过一生，咪求望快一阵。人人能够相礼让，自然除闷困。谢谢。这首歌大家应该没听过，不过这首歌 我唱了几十年，我台台都唱。这首歌是一首劝世歌，劝大家过马路要小心。记住吕达唱过这首歌，你过马路的时候想想这首歌是不是有意思有意义。咁样嚟到第二首，为你带嚟呢首《万事浅行头》，再次送俾在下嘅每一位朋友，多谢。你有钱逢人。做你知心友，你冇钱求人猛定头。人要有义气，到你街去求，有了钱就上流。贴错咗门神，为了钱不够，砸炮兼挨穷暗泪流。人要有自信，就会依感受，为名利去生死斗。老土一生挺炸兜，应要行前顾后。若果有心想向上游，全靠噱头。你冇钱就算炖只鸡都瘦，有了钱才能上月头。浮世嘅道理，愿你谂通透，莫期望个天。
有钱逢人做你知心友，你冇钱求人猛力求。人要有义气，到你街去透，有了钱就上流。贴错咗门神，为了钱不够，扎炮兼挨穷暗泪流。人要有自信，就会依感受，为名利去生死斗。正直老土，一生挺扎兜，应要行前顾后。若果有心想向上游，全靠枪头。你冇钱实平，饿到风摆柳，有了钱扬名世上流。人性的善恶勿再空追究，做人未免多争斗。万事钱行头，送给在下的每一位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直老土，一生挺扎兜，应要行前顾后。若果有心想向上游，全靠枪口。你冇钱就算炖只鸡都收，有了钱才能上月球。浮世的道理，愿你谂通透，莫期望个天打救。谢谢哇！啊，第一次听到咁多掌声啊，欣赏呢首《万事钱行头》啊，非常的感谢啊！我还以为我这一生人没有机会来到这里唱歌给大家听。那么最后一首，啊，多谢你的红包，也多谢每一位送上的红包，多谢。咁样继续带嚟呢首，我今晚三首歌都唔系谈情说爱嘅歌，系生活中嘅啊咩啊啊点点滴滴啊。依家为你带嚟呢首咧，啊，呢首歌应该系马来西亚嘅歌星作啊写词嘅，歌名就系叫做《堕多万字歌》，有苦无路诉，送俾个台下嘅各位，唔该晒，多谢。哎呀，穷我咪呀，又话冇啦，共老阿婆又话订咗煲，乞你话点啊算好？走去搵工又冇咗路，日于就去学个人卖雪糕。乜都起价卖呀，嘢都真系恶路。我从前系富豪，时啊来运啊到，有几间大铺啊，啲最弊时时好啊到，搞到周。阿神阿债务，认真恐阿阿布啦，你嗰个万阿妻都不守妇道，令啊我真阿苦恼，认真激气共阿佢断住来。往州订报
吹呀啊啊扫，搞啊到大陆啊舞，一激到我就肺怒，几夜翻我客大呀燥，得佢就移情令格鬼老，哈我就时时有父母订呀数，佢仲人似呀冷风呀数，系人都可以乱抱噶，你害我万次最也喜欢到，不论大到细到乱到猛到人啊愈猛啊咁啊暴，唉输到房屋欠啊租，人衰到无啊冇，认真苦恼确系糊涂。从今应该戒赌，而家应该揾嘢做。唉，一日都系呢个赌字，都唔知害咗几多人倾家荡产，仲走上不归之路。我继续落嚟唱嘅咧，有好多多多万字嘅号码，你哋要记住一句话啊话，四个字嘅小赌怡情，二四二零，二四二四三一四二零二零零七三三二四零零二四四三二四三七三三三七三四七三四四七三四四二零三七三七三二四二四四二零四六四三二四啊二零二四二四三啊四二零二零零七三三二四零零二四啊四三二四三七三三三七三四七三四四七三四四二零三七三七三二四二四四二零四六四三二四一二零二四二四三一四二零二零零七三三二四零零二四四三二四三七三三三七三四七三四四七三四四二零三七三七三二四二四四二零四，最后四个号码，小赌怡情一六二九开。一六二九啊！阿弥陀佛。这是你的生日啊，是你的登记号码。OK， 一号的号码你若爱买咧，你袂安，你若袂感觉伊敢那晒巴巴咩？再一次谢谢吕达大哥，谢谢。后会有期，谢谢。谢谢晒啊！唔该晒我哋嘅。你放心啊，我们九寨八城隍庙永远都欢迎你，好不好？他真的很感恩呢。是是是，真的，他有来这边机会唱歌，他真的很感谢。是，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鼓励，谢谢吕达大哥，给了很多康涛剂。